女慧儿的仔仔 Anton 啱啱就过了五岁生日，身为24孝妈咪的女慧儿就为仔仔举行生日会庆祝，还在生日会上面同仔仔锡锡，场面温馨。女慧儿亦都有在社交网站上面铺了几张同仔仔庆祝生日的相，不过就未见 Anton 的爸爸黄文迪同女慧儿的绯闻男友张景纯。而经常自称秘书的女慧儿亦都有专程为小老板预备了两个机械人生日蛋糕，仲留言话希望仔仔健康平安快乐，自己会一直在对方身边啊。